行春期间，从除夕吃到年十五，天天大鱼大肉的油腻，是不是让你快受不了了嘞？今天西南大主厨要为您精选出不到有前菜、有主餐、有汤品、有甜点的舒适料理，要帮你好好清清肠胃，任君挑选了，让你一开春可以清爽甩负担，有好气色来好好迎接兔年的挑战，以及更加健康的人生了。西南五星级舒适清肠胃料理，首先将由吴秉承师傅带来具有酸甜滋味的舒适前菜，赶快来瞧瞧呗。七彩霓虹灯。跟你讲了多少次，男朋友啊，自己感觉。他不喜欢我这劲儿，你知道吗？劲儿。没加表示。五分钟就能做得出来，七彩的意思行。七彩其实我的配料方面，蔬食嘛，我搭了很多种颜色，红黄椒，红黄椒，还有呢，还有绿色的我们的甜豆人，甜豆人，对，还有我们的酸黄瓜，酸黄瓜，还有现在当时的当季的一个笋子，很甜啊，笋子，笋子切成丁，对，没错，准备好，这次开始，来，好热，好热的锅，对，我们先热锅一下哈，那加一点少油进来。好，写成羹。不用切吗？羊菇的部分哈，我先把剃头去掉。然后呢，因为羊菇挑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我底下有划刀。真的呢？因为它很厚。对，让它入味，没错。那它羊菇，我们经过煎的动作之后呢，它整个香味就会出来。有这种事？对。来，那另外一锅。加入一点点的油就好。时间再走。锅子在热，感觉好像会来不及耶。姜末，我们没有计时啊，没计时，是有计时的。五分钟半桌菜，你分钟有？你有在地球现场吗？不是，因为吴师傅煎好沉稳，然后好轻松哦。他不是锅主力。好来，对，四分钟，小心，不要下锅。哇。有没有顺序的问题？顺序的话，我们先一定姜的部分一定要先爆，姜一定要先爆，爆了以后，然后甜豆人下嘛，没错，然后加笋丁，然后红黄椒嘛，对，就是酸黄瓜嘛，酸黄瓜本来就熟了嘛，酸黄瓜本来这些放酸黄瓜好特别，那不是西式？除了甜豆人以外都熟，对，它才有酸酸的哦。其实生吃除了甜豆人以外都可以生吃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颜色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哎，真的有七彩，真的，哇，真的是够不熟了吗？这样子，再来加点水进来。回软，刚才是焖香，现在叫回软，没错。再来米酒，香味好清新。加了一汤匙不到的米酒，胡椒粉，还有三分钟。一定要黑胡椒粉吗？黑胡椒粉它本身它香味比较香。我发现陈廷大哥抄的超认真的哎，他回家会自己做，回家会试做吗？会，有时候会试着做。真的，很好的孩子，他很好。好来，下一部分美奶汁哦，美奶汁有甜味的吗？有甜味的，两汤匙的甜味美奶汁哎，会不会太多？来，它是热版的，叫热炒。对，狗肉版的。对，趁热，我们家的关火。对，因为如果加热它就融。两汤匙的甜味美奶汁。嗯。然后呢？来，两分钟现场，先把它盛出来。好，好，让它填在上面喽。真的。香嘞，这样子。哎。香的很聪明。来，那羊骨的部分，你看底部。我有想到把它填在上面。整个香味就变这样子。漂亮。对。那这个主要我们就不要把它焖软。啊，焖软。我们要把它焖软。来，撒一点点盐巴。让它带点味道，来，水分呢，我们现在把它沥干。还有最后一分钟，是不用紧张的。我们现在做盛盘的动作了哈。翻面过去。剩一分钟。豆荚。好开心哦。非常的从容。五分钟半桌菜，马上就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七彩霓虹灯，会转的无非就是它一个能转的底座吧，对不对？五分钟半桌菜，七彩霓虹灯，时间到。完成了。
刚刚他手抖到一个不行，最后一秒钟哦，他本来从容。对，好了，七十年红灯打底才能吃啊。新助理，蘑菇好吃又营养，是中西料理都相当常见的食材。在墨西哥，有人发现一种超级蘑菇，令人感到啧舌，是因为 A 是巨大蘑菇，总长175公分，重达20公斤。B 毒性超惊人，方圆10公尺内都没有其他动植物。A 或 B？ 哎，我觉得应该。你为什么是毒？我觉得应该是毒吧，超级蘑菇听起来好像很恐怖，所以不应该是那种可以吃的。毒是人不能吃吧？动植物也会受，也会被影响吗？对，我们人吃都会死，动物吃也会死啊。植物哎，动植物哎，植物怕它被它那个消灭掉啊，有可能啊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奇怪啊，我难选哦。嗯，我要选 A。我觉得是巨无霸蘑菇，我也觉得是，定了一定，因为我有看过，一定了一定啊，你有看过这么大蘑菇？你看过。接下来还有波图伊师傅带来的千层烧素食料理，菜名叫红曲千层烧。那我们冬瓜呢，把它切成四角，经过炸过以后呢，也不怕胖。它外表那中间要香味会掉出来，有这种事情掉出来。各位，哇！我觉得应该是毒吧，超级蘑菇听起来好像很恐怖，所以不应该是那种可以吃的。毒是人不能吃吧？动植物也会受，也会被影响吗？对，我们人吃都会死，动物吃也会死啊。植物哎，动植物哎，植物怕它被它那个消灭掉啊，有可能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奇怪，我难选哦。嗯，我要选 A。我觉得是巨无霸蘑菇。我也觉得是。定了一定。因为我有看过。一定了一定。啊？你有看过这么大的菇？你看过？你看过蘑菇形状的别的东西吧？在玛丽兄弟里面。哎呦！我选 A。你们三个 B。要不换？不要。不要。有没有换？没换，但是，我觉得是，你好厉害啊！他可能动物是会是一个吃的，应该不会咬吃。来解释一下。在墨西哥的山上发现的超级大蘑菇，高175公分，足足有20公斤重，可说是蘑菇界里的巨无霸。科学家说，这么大的蘑菇很罕见，应该是目前为止在闪状蘑菇的标本里，世界纪录最大的一个。你帮我们讲一讲啊，里面各种东西搭配组装起来的感觉是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。你告诉我们那个美奶汁结合起来的感受。第三个，为什么一定要黑胡椒？蘑菇它本身已经非常的湿软，所以水分很充足。这道湿软的，对，湿软，所以这道菜其实它的水分是非常的饱满的，在你嘴巴里。Okay. 一咬下去，蘑菇那个汁就喷出来。Okay, 好，我觉得美奶汁，我刚刚看吴师傅这样吓我一点吓到，又觉得很多。但是没这些还不行，因为美奶汁是这些料跟蘑菇之间的一个润滑剂。如果没有这个美奶汁的话，料跟蘑菇是分开的，一定要有这个美奶汁，因为美奶汁，因为那个它有个润口的效果，对，否则它只有输我的水分。菇类跟油非常的搭，奶油啊什么都很搭，所以跟美奶汁搭在一起是 perfect。OK， 那那些料其实，我觉得剩下的是口感的，主要最明显的是酸黄瓜。嗯，所以因为美奶汁很大桶，如果不吃点酸酸，其实会有点腻口。哎呦，所以刚刚好了，讲到这一个，哎呦，黑胡椒它只是小小的提味，真的进步很多。嗯，非常讲得非常好哦，很好吃哦，来拍手。在看完吴秉承师傅所示范酸甜又香气四溢的七彩霓虹灯之后呢，紧接着要由郭祖义师傅再来示范以冬瓜、红曲来入菜的素食千层烧了。菜名叫做，菜名叫红曲千层烧。红曲千层烧。千层烧。为什么叫千层烧？千层就好像做一块猪肉一样。你就一定要用肉来形容，你不能用蛋糕、千层蛋糕。你不要用名字，刚刚取的非常非常好，千层烧而已，没有肉，没有肉。你这是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豆腐？对，百叶好好吃哦。百叶豆腐千层烧，它是不是一个意境呢？就层层步步高山上去的感觉。
你好有智慧哦，跟你的外表一点都不像。你怎么做？好，那今天我们用的是冬瓜哈，那我们冬瓜呢，把它切成四角。冬瓜切四角。对，四角形。好。冬瓜切四角。对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夹在中间的哈，来。夹在中间。对。我们切厚片。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厚片哈。冬瓜的感觉就像中间那个肥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错。那现在我们现在百叶呢也一样哈，把它切成厚状、厚片状。就跟那个冬瓜差不多大小。对对对对对。那现在冬瓜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先下去炸。还要炸过？先把它香味先把它炸出来。哦。对。那现在这边呢，我们刷了大概这够了，大概150度了，这边有160了，高温了，160，然后呢，把它倒进来，因为假如说你没有这样炸过的话，等一下再烧的话，时间会久一点，对，特别容易透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冬瓜经过炸过以后呢，一夜更塌。它外表那中间的香味会掉出来，有这种事情掉出来，好酷哦！真的真的，不然你等一下闻闻看，刚刚冬瓜完全没有香味，只有那个冬瓜一点点的味道而已。那等一下会带出香味出来，来慢慢来，要不要这就瞧瞧，也重颜色，有点脆脆，脆脆黄黄，脆脆黄。对，那现在香味也出来了，有，好像我们炸薯条，好香哦，炸薯条对对对对，翘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懂意思不？对啦，懂意思，懂意思。我懂哦，我也怕我解释你是听不懂。我也有懂。有懂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边呢有这个，有五啊五啊，那等下泡水买回来，我们超那个在杂货店买就有了。那等下切了这个长段哈，再来呢我们拿一片百叶，一片冬瓜。一片百叶，百叶，一片冬瓜，再一片百叶，再一片冬瓜，看你点点点，再一个香菇，太活泼了，再一个香菇，然后把它弄在上面。那这不刮光，还口感刚好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真的不错。好了，现在把它剪掉哈，多余的把它剪掉。那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也是要用炸的吗？不用吧？啊，等一下，不用炸的，用烧的。用烧。注意，哎呦，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做了那么多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绑好了哈。漂亮。那现在就有点像千层的感觉，有点像，不要讲话。好，再来呢，我现在先这边呢，先下一点油进来。要做酱汁的，对，做酱汁。待会是要煨它，要红烧，红烧。但是呢，我们这用红曲下去烧，因为红曲它本身有带出一些香味出来，大家说它烧出来那口感特别的好哈。来，我们这边呢用两颗八角就可以了。再来呢，我们现在再加水进来，炒香了吗？这个等一下再等一下烧一下就香了。大概炒一下，对。然后现在再来了吗？我们红曲呢？现在呢？看水量，就这样下了，一大匙哈，这个跟大匙大匙拌进来。红曲还有这边进到哪儿了？素蚝油，素蚝油啊，一大匙进来。对对对。还有香菇精，台湾国语的这个素蚝油，这个素蚝油，蚝油啊，素蚝油不是是香菇精呢？我们一小匙进来哈，香菇精，对。在现在我们酱料都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直接呢？不用等它，不用整个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来。它好了，哎，各位，哇哦，香了。感觉好好吃哦！那现在呢？我们现在整个哇，很香，非常的香啊！小卤都下去，真的很香。来，整一个一个这样的把它摆出来。哎，中间的那个冬瓜真的看起来好像肥肉哦，看起来很肥。好，那水开了之后，我们再加锅芡哈，我们太白粉锅芡，来，慢慢的锅哈，不要一次性下太多，慢慢的锅。油呢，一下就隔嘞。对啊，对啊，还不带油，它是素的千层粥，素千层粥。哦，有油哦。好，那现在已经好了，就像这样子来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呢淋上去。就是拿拌饭一定好吃。这个呢当韭菜都非常的棒，真的真的。再加应该也很好吃吧。在家里做各份的那个套餐，白色的瓷盘，红色的酱汁，好漂亮哦。
翠绿的菜色，翠绿的菜色颜色一搭起来，这就简直像大餐厅煮出来的东西一样。红曲千层烧尾，正点正点。题目是什么呢？鸭当归，鸭蒙鸭，人拢叫阮 A B B。有民众种出超了，有民众告诉，有民众种出超级冬瓜，令人称奇的原因是 ：A. 细高又大，是比两岁女童还要高的大冬瓜 ；B. 超矮超短，是只有一个巴掌大的小冬瓜。矮短一个巴掌大，小冬瓜还是大冬瓜？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哎，漂亮，不一样啊！大冬瓜，就大冬瓜，没什么理由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极可能长这么大。对，喂，小冬瓜。就 A 要当归啊，我就直接照那个矮跟矮短。好，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！你是跟我一组啊？当然。是不是？到里面去。你选 A 啊？你有没有那么过分呢、啊？待会儿阿西师将用电锅做出美味又有饱足感的舒适补益券啦。那现在一焖的时候呢？不错啊，把香味焖出来以后，马铃薯进去啦！马铃薯进来，你好嗨哦！你刚来之前是刚被放出来的。笋丝进来，笋丝 OK， 好。哎，你效果做太满了啦！好吃哦，好脆。我知道金针菇啊，马铃薯超多的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这补益值增加的整个咬的在视觉上的视觉跟口感上，大冬瓜，就大冬瓜，没什么理由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极可能长这么大。对，喂，小冬瓜，就 A 要当归啊，我就直接照那个矮跟矮短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你是跟我一组啊？当然，是不是？到里面去。你选 A 啊？你有没有那么过分呢、啊？我不管怎么样，男人都要选高大，怎么可以选矮短？是开玩笑，对不对？错我也愿意、啊，这一定要的。我们明星的就是高大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外表未必可靠。我们两个平均身高加起来起码176.87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开玩笑，一定要的啊。答案精准，答案是 A， 是。同年有一位民众用杂草和厨艺发酵的有机肥料，在屋顶上种出29种蔬菜、水果，才3个月就已经结出了50公斤的大冬瓜，高度比2岁小孩要高，让人看得啧啧称奇。不只是冬瓜长得特别高，这位李先生的屋顶上连丝瓜都结满了，大概300多颗。李先生成了邻居口中的丝瓜冬瓜达人。哦，这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吃的啊！干杯！所以人一定要敬老尊贤，真的，吃吧吃吧你们。真的正点，或者真的正点，这是豆腐夹冬瓜吗？哇塞！我们要抱着祝福的心。嗯，真的好吃，很香。冬瓜没有想象的这么样的，说你说棉都软烂掉什么不会耶，它还有一个口感在，因为好像我们那个白白的部分呢，它一定要有口感，不然太烂的话，它只能抿下去的话没有。它那种味道都在，但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腻，但是就觉得好清爽，但是又有它的香味在。对，好厉害。红曲在里面是淡淡的香味，没有那么强烈。嗯，拍手，很棒。凭借着郭主义师傅的红曲千层烧之后呢，阿吉师将用电锅来煎出又香又酥的舒适补益卷，里头的馅料类可以是让现场来宾郭兴很疯狂的哟。电锅说好在5星级舒适料理，从这里开始，菜名叫什么？阿吉师，用电锅来做贴跟煎的动作，贴煎补益卷。哦，贴煎是补益卷，补益卷，什么是补益卷啊？就是豆腐皮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会，就想用这个排毒餐。哎，那首先呢，来电锅盖预热啊，那大概香油啊，一汤匙的量左右。里面都不用放锅子哦。哦，没有，不用，直接就在内胆里头处理就可以了。是内胆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跟一般传统锅不太一样。姜末进来。哎，哇！啊，姜末一点点，稍微用香油炒香啊。好香哦。那么香菇进来。香怎么提？啊，姜爆香，香菇进来以后呢，酸菜进来。都切丝啊！都切丝。
香哦！什么叫预热？你们知道吧？啊，知道，知道。把红锅压在，大家自己跳起来。好，那放一点点的素高汤。素高汤，素高汤。你要做全素是吧？方便素。方便素。对，方便素啊。那加锅盖可以焖，焖它的时候呢，这边呢我有一个蒸熟的马铃薯，哎，马铃薯，好，那马铃薯呢很简易的，你切粗条状没有关系，了解。因为当我们在吃素的时候呢，蒸熟的，还要兼顾它食材的多元啊。那现在一焖的时候呢，不错，把香味焖出来以后，马铃薯进去了，你好嗨哦！你刚才之前是不是放出来的？损失进来，损失 OK。好，你效果都太满了啦，也太夸张。上节目以前不能喝酒，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我刚应该不准喝酒。对啊，来大家看一下啊，很香哦，很香，整个味道呢，香哎，其实可以吃一口吗？等一下啊！好，那现在起锅之前呢，把金针菇进来。你今天该不会这些都是内容物？待会再内容物，内容物，对对对。要不要包腐皮里面？好，那现在酱油进来。酱油要多少啊？哎，酌量提味就够了，因为酸菜有咸度了。对对对，酸菜有咸。那现在呢？要处理腐皮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熟了以后呢，这边有一点点的花生粉，嗯，我摆两头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卷起来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一个千层。哦，好，那这里头再提味，那保留一点点。对，好，那就把里头炒好的馅料呢。哇塞！哎呦，直接放在腐皮上啊？对，跟润饼卷一样。那腐皮就可以直接弄。腐皮要再煎，应该要再煮。他们说要先贴后煎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两张对折。那这一头呢？卷过来，卷这样子，这一头卷这样子，然后互相叠在一起，这么大一卷呢？好，那现在呢？注意看，我们这样子压好了以后，这个豆腐皮的两侧呢，抹一点点的蛋衣，人家煎出来以后淡淡的哈，颜色是不是？还有香气，哎，香气。让整个蛋汁呢藏住在这个外表啊，来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啊。只要刷三面就好了，是吧？没有，先刷一面，我刷两面拿不起来，它会软化啊。哦。刷的这一面呢，我们先贴住锅底。了解。哦，因为它不粘锅。那另外上面的话哈，再这样子擦一下。对。那来两位特别来宾，我们把眼睛看到锅底啊，你看。它这里面还会不揪不揪的。有哎，这边有冒泡泡。没有哎。跟我们一样加锅盖。嗯。那现在就是，大概每一面呢，保持个50秒钟左右，翻两番。漂亮！哇，好漂亮哦，好像一块豆腐哦，金黄酥香啊。好，那现在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就算完成品了啊，我来切啊。脆的不得了，哦呦，又酥脆耶，有嘞，酥脆声。哇！流口水了，对，而且好方便哦，一下就做好了，哎，好健康哦，嗯，素食料理，哇塞，睡，哇塞，哇，好高级哦，天哪，早餐也很赞，好漂亮哦，还要减肥，哇，睡干咩了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最后一个动作啊，我这边再倒一点点少量的酱油，哦。袂伤甜，佮袂伤咸。如果有些人对和风酱汁有兴趣，可以加吗？可以，可以刷那个。可以，可以，确定的 ，OK。沾瓦萨比，都个人喜好，你忙你的。你甜辣酱，任何酱都能加。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嗯，耶！啊，来贴肩素腐衣卷，完成。耶！谢谢。题目是什么？注意听，请。马铃薯是各国餐桌上的宠儿。但是除了重要的粮食作物之外呢，马铃薯还有什么神奇的效用？哎，马铃薯电池插上导线以后，可以让时钟来走动。B， 马铃薯雨刷轻轻地刷过挡风玻璃，不再起雾，是电池还是雨刷 ？A 或 B？ 剪刀石头布。水。完成。
太强了，哇塞，吃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是节目的妙丽，是好，我知道，哇塞，你确定？是 B， 马铃薯雨刷。等一下，你确定是 B？ 你真的确定是 B？ 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是 B？ 我保证，为什么？我跟他有跨轨哦。你在哪看过？有。你是我们节目的妙丽，还是我们节目的妙助啊？我真的有看过，我真的有看过。可是我有一股非常不祥的预感。没有，真的，你知道，它就像那个在大卖场人家介绍那种什么神奇的那个不会起雾的东西，它就是马铃薯，然后把它切薄，切半玻璃这样刷过以后，因为它有一种黏液，它就这样子弄，它就不会起雾。确定？嗯。答案是。接下来，詹姆斯教你做出浓郁鲜香的蔬食蘑菇浓汤啦！哇，好浓哦！那就把它打成越明越好，口感越明越好，对，越明。香哦！可以闻一下，现在这个味道，蘑菇味道就很重。哎呦妈耶，怎么就闻到？哦，哇，在嘴巴里面，哎，它好像慕斯哦，好绵哦。这个锅锅的味道萦绕在我们的唇齿之间，这浓度是标准的，是的，阿娘味，阿娘味。嗯，怎么煮出又香又浓的蘑菇浓汤？敲石头布，睡，太强了。吃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是节目的妙丽，是好，我知道。我摘，你确定是 B？ 马铃薯雨刷。等一下，你确定是 B？ 你真的确定是 B？ 马铃薯，为什么是 B？ 我保证，为什么？我跟他有跨轨哦。你在哪看过？没有看过马铃薯雨刷。有。你是我们节目的妙丽，还是我们节目的妙助啊？我真的有看过，我真的有看过。可是我有一股非常不祥的预感。没有，真的，你知道，它就像那个在大卖场人家介绍那种什么神奇的那个不会起雾的东西，它就是马铃薯，然后把它切薄，切半玻璃罐这样刷过以后，因为它有一种黏液，它就这样子弄，它就不会起雾。确定？嗯。答案是。怪了才怪！哎，我就说了，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上过，我就说我上面才看过，我看过啊，小时候有马铃薯店。你在哪个超市看的？小时候明明我们就做过那个实验，有没有？小时候你刚刚从这里讲，我刚要讲，你已经举出来了，你下次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听正解啊。马铃薯能够发电，在国小的自然课程当中就有实验过。对呀，由于马铃薯本身带有含磷的酸性物质，把不同的电极了分别插入马铃薯以后，用铜丝再把马铃薯连接起来，就可以产生微弱的电量。以色列的科学家还发现，只要把马铃薯先煮过，电力还可以增强，所以这个是可以增强的啊。正确答案是 A。看吧，小时候老师是叫你拿马铃薯抹那个挡风玻璃吗？而且他到现在有叫你这样做吗？他到现在他都好疑惑，他一直不相信真的是电视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啊。你看人家吃的多开心，太香了哇！哦，好吃哦，刚刚很过分，哇，好大一口，哇，哎，你一口塞哎，你继续，嗯。好吃哦，好脆！我吃到金针菇，马铃薯超多的。嗯，刚才就里面，嗯，其实它在没有包袱辅翼以前，我们就已经有共识，它已经很好吃了。对，嗯，很香了。它的香味，它的整个内容物的调整已经很好吃了。嗯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。这腐皮只剩下它的整个咬的，在视觉上的视觉跟口感上，而且扎的那个腐皮卷，它整个超有嚼劲的耶，对不对？那加花生粉感觉怎么样？更诱人啊，因为它是台湾味啊，它不会甜甜咸咸的那种。哦，好香哦！对，甜甜咸咸的。你吃过润饼没有？有。花生粉在里面扮演的角色，吃过挂包没有？没有花生粉，挂包可以吃。就没灵魂了。对啊，对，它就没有感觉。那花生粉就的感觉。我觉得没有灵魂是你。对的。对的。他有灵魂，没智商。好，拍拍手。谢谢爱丽丝。谢谢。吃了这么多道主菜之后呢，该来喝点汤了。接下来詹姆斯要示范的是香到不行，喝起来会有幸福感的蘑菇浓汤喽。
蘑菇浓汤怎么做？詹姆士，柳柳啊，教我们一下吧。我教就不能柳柳啊教，要很仔细的教，不柳柳啊教。哦，柳柳啊是。柳柳啊教会觉得有看波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会看波，然后就要讨假波，好不好？怎么样能做出好喝的蘑菇浓汤？多种。洋葱的部分，当然要先把它的要部分要煸香，那你可以切细一点。这么薄？因为你薄，它味道更容易释放出来，而且它熟会比较快熟。哦。所以切细丁不行？切细丁可以，可以，可是不需要用，你待会下去打的这个汁。蒜头的话，如果你是吃全素，就不要加。哦，那你我们今天做的是蔬食，蔬食，环保对蒜头是没有关系 ，OK 的。对，其实蒜头很好啊，蒜头其实它可以增强免疫功能，非常好，而且洋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。嗯，真的啊？对啊，蒜头非常好。其实做蔬食有很多方式哦，比如像你把整颗这个萝卜或是大头菜，你就要烤箱里面去烤，然后它整个软下来的时候，你把那皮扒掉一吃，里面就像那个应该怎么讲，像水泥的感觉，水泥铁路也会有水泥对。萝卜对，像是烤洋葱，洋葱也是，洋葱也是，它的软度跟甜度的话会跟水泥很像，也很棒，很棒哈。对，那蘑菇的话，你就大概切一下就好，不用因为大家下去打哦。那有一些部分，像这些部分，我可能是要把它拿起来稍微做摆盘用，所以这些部分你可能稍微形状稍微顾一下就好了。那羊菇尽量不要碰到水。好，因为碰到水的话，羊菇的香气就不会。有时候我们在看小时候看妈妈在煮菜煮那个炒羊菇，越炒就很多水了。对，那就是因为她觉得说像这个脏，她就把它拿去洗。其实不用，你只要拿一个这个干的纸巾，那你把外面部位稍微擦一下就可以。把那个屑擦掉。对，因为它不是在地上，它是养在这个树上面。哦。对，所以它其实是很干净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哦，所以不能拿去洗。对，有什么农药残留的问题？它不需要农药，它是用菌培养出来的。对，所以它跟农药是没有关系。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，羊菇的话，你如果在餐厅里面可能觉得这样不漂亮，你可以用刀稍微把表面刮一刮就可以，这样就很干净。嗯，菇类里面好像就有羊菇可以生吃的。对对对，羊菇是可以生吃。羊菇可以生吃。对，其他的菇。我以前刚开始不知道，后来我去了加拿大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超市，我就看一个老外在挑羊菇，就直接拿来就吃，吓一跳。那但我就跟在后面，我就吃了，还蛮好吃的。你看到那个搞不好是神农氏的，没有没有，跑到加拿大，不可能有那么多神农氏啊，跑去加拿大。西餐有那个羊菇沙拉，就是吃生的啊。对对对，是先一点的奶油进来，然后我们倒一点点油，但你用橄榄油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只是要把洋葱的部分让它炒软，跟这个蒜头做结合，这样香气才会。嗯，橄榄油是比较好哈，橄榄油会比较好。那刚开始你不用开火的原因是，你用这个锅子在往上的这个热度上来的时候，会把洋葱的部分慢慢甜度会释放出来，所以这道汤吃喝起来的时候，你不但可以喝到蘑菇它本身的这个蘑菇味道，洋葱它本身的甜度一定很重要，然后最后在蒜头的香味也要加上，切成小丁之后，你如果放太快进来，很容易焦黄，你就放那么一点点倒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，因为汤嘛。把所有的你看到的所有都吸光了，然后你现在香气，我现在把奶油再放进来，一下都吸进去了。这个奶油待会也会，现在目前有看到奶油在里面，可是待会奶油会全被蘑菇吸进去。看蘑菇，像蘑菇香才会够，焦焦黄黄的，好香。那等一下你做对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样让它保持它有颗粒呢？就是不要打得很焦，是吧？我会让它有颗粒啊，我会把要摆盘部分把它挑出来。哦，它挑出来。对，其他的话就把它打成越明越好。越明越好，对，越明。所以水锅是陷阱哦。水锅是陷阱，那你现在倒一点点的牛奶，先不要倒多，先倒进来。这个部分是要带回进去打的时候，这个大陷阱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因为这个现在目前是这样打，对不对？可是待会出来之后它会很浓稠，因为蘑菇本身它的多糖体会让它浓稠。那我们现在挑，我觉得还比较漂亮，待会要摆在盘子里面先把它，因为这些都炒熟了，挑比较漂亮的。对，待会摆起来比较漂亮，它就不会出味。煮过了以后，它瞬间出来就浓郁炒。哦，对，就接近。哦，它炒大概要烧煮片来摆的。嗯，因为我们平时一直待会摆好看。怪怪的，没有那么让大家知道有蘑菇，有蘑菇。哦，因为人家说。果汁里面还有果肉的感觉，意思是一样。啊，是，有果肉的，有果肉，果汁里面有果肉。我们现在把它放进来。
导播给你倒数。接下来，詹姆斯用微波炉来做出舒适地瓜甜点。听说你要做甜点？对，好，菜名叫做地瓜甜点啊。小孩子应该蛮喜欢吃的，非常，而且这做礼物是非常好。那这个帮我翻面，再五十秒好不好？你要干嘛？啊，浪费了。好可爱哟，四个圈圈好像奥运。奥运是五个了。那个饼是气的，有果肉的，有果肉，果汁里面有果肉。我们现在把它放进来。好酷哦，调理机有水桶。对，现在倒出来它就是浓稠的。刚以为调理机好浓哦。哇，哎，你这个水分完全没有放，这么浓稠，没有放。现在目前只有放牛奶，那你要去调它的浓淡的时候，就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放牛奶进来，是你要的浓稠度再把它补进来就可以了。它到底它浓汤到底有多浓呢？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在吃西式的，有点像是没有巧达是太浓，对，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勾芡水晶芡那样浓。目前为止完全没有加，没有加这个任何的高汤都没有，那其实也不用。鲜奶油没加，鲜奶油也没加，鲜奶油最后再加，最后是要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后再加一点。超浓的，你看乳制品浓哦，最好是不要让它有滚动的滚的情况发生，因为它会那个卤水分到我们已经分了。对，刚才我听到你说滚惨了，他滚，我们已经分大火。杨警察说，我说现在只是接着钱，接下来我让他好好滚一滚就可以了。我已经哇，好滚一滚，我们要滚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现在就滚回家了。那像黏腻的程度刚刚好。这么浓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parsley 放进来，那刚刚的，对，它很贵。刚刚的蘑菇进来，很贵，因为你要让人家知道它浓到还可以糊在上面。我们都沉下去，要去找救生员来救了。天哪！鲜奶油哦，最后只是做点缀用的。好吧，请主厨帮我们服务一下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可以。我们那个就喝中间那一碗就好了。昨晚说都是这样讲，快点，快点。对，来。好甜哦。哇，在嘴巴里面，它好像慕斯哦，好绵哦。那个咕咕的味道萦绕在我们的唇齿之间。这浓度是标准的。好好喝。是的。他娘为，你怎么今天一直带来很多家乡话？你是高雄，高雄，高雄，平常好像蛮多家乡话。年后清肠胃舒适料理精选，最后再用詹姆士以微波炉来制作的地瓜甜点来压轴了，咱们赶紧来一起看看喽。微波炉出老菜，听说你要做甜点，对，菜名叫做地瓜甜点啊。什么东西？地瓜塔。地瓜塔。地瓜塔这东西。地瓜塔。对。地瓜塔。这个东西刚才就是把地瓜切片，然后把牛奶倒进去，就这样。对对对。我现在进去微波。刚刚选的地瓜，这四片是要干嘛用？大概装饰用。那地瓜刚用了多少量呢？差不多是150公克。150公克的地瓜，请抄下来。一条地瓜。然后呢？牛奶用几公克？牛奶大概一杯半左右，300。300。有脂的吗？全脂，全脂的牛奶，对，然后用多长时间？4分钟。哦哦，有哦，鼓哦，哎呦，小巨蛋，这个就是它熟透的，完全滚，完全真的是滚，完全，现在里面还在，那你用一根筷子试试看。因为它就透过去，软了软了它，对，完全滚，完全滚，牛奶要倒掉，所以牛奶倒掉，你要没有奶我喝，刘总，我们刚喝，我们刚喝，好，不要喝，不要喝，地瓜牛奶啊，对，不要喝，对，
是喝不喝的问题，是现在就喝才厉害。快点，你喝完红红跟我一样。那我现在把它倒成你。倒的时候也要这么细吗？也要怎么样？要用，要用力啊！用力啊！好，我们把糖放进去。老家的人意见那么多，真的哇，这么多糖啊！差不多一大匙左右，甜点是吧？哦，甜点嘛，对啊，做也是。小孩子应该蛮喜欢吃的。非常，而且这做李乳食非常好。李乳食品，对。李乳。然后我们把鲜奶油放进去。李乳食品，跟那就像那个啊，断奶的是婴儿食品。哦，那纤维那么多，小朋友不会不好吃吗？哇，变得好高。小十八袋以后呢，然后奶油放，这全部都是打卡的了。这个帮我翻面，再50秒好不好？翻面，翻面。好，翻面。你要干嘛？他想很专业的找个筷子。对啊，找一个。这样急速冷却以后，它的质感会变成什么？会稍微凝固一点点。普通是应该要放在冰箱里吗？还是如果是快的话，就其实用滚水降温就可以。那你等到做完的时候，你再放在冰箱里面。这样的温度很冰，比冰箱快哎。凉了，可以。而且这个一定要用铁的哦，不要快。跟长料理会有这个碗啊？对，一般不长料理就不会准备这个东西。噔噔噔。刚刚你要放进去的时候，盘子上面还有一些水蒸气，有没有？它丢了。对，好少。刚刚放进去还有点水蒸气，现在都没有水蒸气。那当然，你如果要把它高一点的话，你可以选小一点的饼干，也没有问题。肉桂、巧克力粉，哦，巧克力粉。哇，好可爱哟！四个圈圈，好像奥运。奥运是五个了哈，奥运是五个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地瓜卡完成了，拜拜。来，题目是什么？来，地瓜除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外，也含有相当丰富的钙质。请问地瓜什么时候吃才能吸收到最多的钙质呢 ？A. 早餐吃，吃完去晒晒太阳，能加速吸收。B. 晚餐吃，晚餐之后呢不再进食，有助于完整吸收。我觉得应该有。我们先测球，先测球再想答案。好，测球。剪刀石头布，我本来我还想说先试试它水温，好烫，好烫哦你，被人家随便感觉好差，好差，随便 ，B。故意题目在那边写晒晒太阳，让你觉得说钙质是因为有太阳才吸收的，故意写。你选 A 哦。没有，没有选择啊，我们就 A 啊。我们选的剩下给我们。确定啊？好。好，这边答案是 A。2019世界卫生组织推出健康食品排行榜，蔬菜类方面第一名是经济又实惠的地瓜，而且因为地瓜里含有丰富的钙质，需要5个小时才能被人体有效吸收，所以最好是在午餐或早餐吃。下午的日光照射正好可以促进钙的吸收，钙可以在晚餐前全部被吸收，不会被影响晚餐时其他食物中钙的吸收，能带来一整天的活力。哦，这要跟他一起吃的，都可以。这应该用手吃吧，也可以。这种甜点应该就是小朋友吃，有点像那种派，对，有点像那种派，对对，那种下面有点像是那种派。cheese饼干上面那个饼皮，对不对？那个饼是 cheese 饼干上面，可是你整个舌尖的感觉它是像派一样。喂，很甜，它是有甜度，可是不会过甜，对，不会说，它就是炒蛋，对，没有，它有吃的蛋哦。因为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 cheese cake， 只是它现在上面那个 cheese 的部分加了地瓜，而且它比较软，不是比较凝固的那一种。其实就像这个。在看完今天型男大主厨为您精选的年后清肠胃舒适特辑，是否还觉得意犹未尽嘞？之后我们还会不定期推出主厨们更多好吃又养生的舒适料理，给广大支持型男大主厨的忠实观众朋友啦。各位喜欢舒适不刚开始接触舒适料理的朋友们，可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阿亮与 Melody 将与两位大小姐分组来 PK 四方菜争夺锅子喽！麻婆豆腐，我真的去过内地走过，我到四川吃过真正什么麻婆豆腐，是的，纯麻婆豆腐，是。照炸鸡是做法来做，差不多。哇，你的场面话讲这么好。独家配方炸酱面，这些做酱所看到的都是他从家里带来的。啊，然后再让他滚一次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会不会啊？可以了啦。欢迎。
忙捞起来，干脆拌一点我的麻婆豆腐。亮哥，我没有压了，我没有闻到你麻婆豆腐任何味道。我的距离太远，这个山里的棚就是大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。你放心，我要停哦。好。你看多了，这么傻？没关系，因为我里面水刚刚多加了一点，所以我就想说这边够多了，这地方少一点没关系。决定菜鲑鱼炒饭 ，Melody 紧张到大象逞称，而亮今晚鲑鱼长条刺，让大家紧盯锅子有够忙。你在找什么？我怕囊中有错，不要有先生。因为我刚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后来分雕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，就有一两块是比较急躁一点，我怕刺在哪。对，我看到。对，我们现在呢？好了，你不要再发现你除非翻锅子，你还会什么？